就是雷雷姐，就是雷雷姐，雷雷姐。因为其实，在节目里我也说过，然后雷雷姐也给我分享一些她当演员的心得，还有是，然后我会觉得雷雷姐是一个很大方、很自信的女人，所以我觉得她做了许多事情，用演员的方式来给大家带来能量，也是。